大家都在追求西方审美，冷白皮、高鼻梁、深眼窝，但其实中国人才是中了基因彩票的。首先，我们更抗老，因为他们皮肤里的黑色素比我们少，这玩意儿在一定意义上是防止我们晒伤晒老的。而且他们的皮肤比我们薄，胶原蛋白少，他一上年纪，全是纹，哇，真的好好，像仨皮包似的。这整个人看起来贼粗糙，你看差不多年纪对比，中女她就是比白女看起来更年轻。然后我们的黑发其实是被天生看作聪明的象征，这是我上次旅游知道的。因为在古代，罗马是欧洲最牛波一的国家，所以罗马人就等于贵族。我去过罗马，半个贵族。话说回来，他们头发跟我们一样都是黑的。你看福尔摩斯这种聪明的人，他被写出来的都是黑发，包括白雪公主一样，黑发贵气，聪明的象征。就是我们不臭，欧美人的汗腺真的太发达了。所以他们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股味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报道，就中国人有狐臭只占10%，但是欧美人占90%。最容易找到个没味儿的，中奖的。包括香水一开始被发明出来，也是为了遮住这股臭味的。所以他们欧美的香水更有名，做得更好，因为他们更需要。关注我，你不可能不漂亮。